2016 Paper 1A MC 第一題，呢個題當年只有 37% 考生咧答啱。咁題目咧就話有個 spreadsheet 啦，咁咧就入咗啲咧五位數字嘅 membership numbers， 由00001開始，跟住00002、00003，而再嚟推，最後尾去到99999。咁咧而家題目就問啦，究竟咧依一堆嘅 sales 咧，究竟我用咩嘅 format 咧去儲存咧嗰啲嘅 data 咧？咁留意啲咧，表面係數字嚟嘅，00001、00002。咁啊，係咪代表咧？我哋可以直接答 B 咧 ，number 咧，即係一個嘅數值。咁但係你佢真係考試答 B 咧，咁咧就係中伏啦，即係錯啦。因為咧呢、這個00001咧，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數值係一嘅即係 value 嚟。因為咧，如果真係 numeric value， 例如係 integer， 咁如果一咧，咁應該只會出個一嘅啫，即係唔會前面有四個我哋所謂叫 leading zeros 啊。即是一些帶頭的零字在這裡，所以要做到有些 leading zeros， 這個基本上一定是 strings 或者是文字，即是 text。 如果我們用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眼光去看，有時候我們叫它做 strings 字串。至於其他選項，譬如 A general、 D scientific notation、 科學技術法，這些都是不對的。所以答案是 C for cat。